干的。哦，刚刚那个楼梯小心一点。一个帷幕墙，一个板子放在那里。那、板子后面那些吸音板、隔音板要不要怎么办？黄的板要不要做？通通要做啊！各位可以看得到天花板这个，它上面其实你们看到的那些隔热板通通有做，它是必要的、座椅没有偷坐的问题，只是摆样，总仅仅九张座椅，有人故意要把它炒作成是偷坐。有人坐座椅只坐九张了吗？我有四万个座椅，我坐九张干什么？停工的时间是让你可以坐座椅的选样。我没有坐座椅啊。我知道啊，可以让你坐座椅的选样。我选样跟施工有关系吗？有心人是故意要拿那个来炒作，实在是没有必要了。大家有事谈事情，不要断章取义。你是议员比较厉害，我一个小老百姓实在斗不过你了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我是一个小老百姓，我是一个小小的台北市民。你议员比较大，你要用唯物辩证法，可以到台大。到政大去开政治课，好，好不好？在六月22号，核准的。那核准以后，当然接下来远雄就收到我们的核准通知函。什么时候发照？会校对副本完成以后才会有发照的程序。所以目前来讲，什么时候发照，可能目前还是要看远雄这边的后续的动作。没关系的，我们预定的一个施工进度是到明年底完工。那完工后进行相关的一些。复查啦、测试啦等等的，大概要再半年，然后再半年，对，然后之后可能就可以开始试营运，对，是不是？好，大概的进度会是这样。